你这样每天跑来跑去太麻烦了。不会麻烦，不用每天跑来跑去，他是会住我们这里。你以为食材还是吃素的？这种事情全天下男都一样啊，而且他们曾经在一起过，现在要睡在一起，一个不小心容易擦枪走火。你们都是当妈妈的人了，所以不管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会为果果好。什么？我求求你帮帮我！他前妻才刚回来，他们很多事情要处理啊，等他们处理完再说。石老板可以决定一切吗？如果果果说要他妈妈留在他身边，你怎么办？陈妈妈，其实我不排斥闪婚，希望将来都跟于君一起好好努力。那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吗？我们一家四口就像当初结婚一样那么的开心。我爱你啊！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中视勇敢说出"我爱你"，带你一起勇敢说爱。